得知刘演刘秀兄弟起兵的消息之后啊，身在京城的书呆子皇帝王莽啊恨极，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玩心理战，天天大搞那种巫术啊压胜，在对刘演啊这个人头悬赏10亿5万户黄金10万斤的同时，王莽还下令长安的官署以及新朝他天下那些乡亭的塾门侧堂都要贴上刘演的画像，而且规定他那些差役们每天早起别干别的，必须向刘演画像射箭，以此怪力乱神之举呢就判老天诛杀这位新朝的大贼。可惜呢这种迷信诅咒呢不仅诅咒不死这刘演，实际上还免费为刘演和他的军队进行了宣传，天下老百姓呢这个时候都痛恨新朝种种不得人心的那些统治的那些措施，如今呢看到汉室子弟图谋恢复天下，因此呢纷纷前来加入，由此一来呢包围渊城的义军人数呢投附刘演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呢起义军的内部就逐步达成统一了，意见统一，此时此地呢确实需要及时推出一位汉室宗亲来高举这个大汉朝的旗帜，一旦兴复汉室的旗号打出来，王莽新朝的合法性呢就会随之丧失，天下人心的向背呢才更有利于义军一方。于是呢起义军内部首领们开会研究推立合适的人选，冲陵军和夏将军首领王常自然力推刘演了，这不仅是因为刘演本人是汉室的后裔，人家还是首义元勋呢，为人呢又豪勇知大略，天下闻名，所以呢推举刘演刘伯升为皇帝，大家肯定是心服口服的。别说还真有不服的，谁呢？新世军平陵军的首领王旷王凤这些人就不服，而且呢他们坚决反对推举刘演为帝，他们反对刘演当皇帝，那么他们推谁呢？他们还真推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刘玄。如果按照刘氏皇族的宗属，这位刘玄确实比刘演在血缘上呢更纯正一些，更近一些，他也是冲陵侯的后人，和刘演刘秀属于同族兄弟，先前呢刘玄呢因为他弟弟被人害了就设酒招待宾客朋友，扬言呢要为弟弟报仇，结果酒席宴上呢他还把地方上的那些治安的小官，就得新朝的治安小官也请来了一些小官吏吧，不料呢刘玄他一个朋友喝醉了当时又唱歌又拍着肩膀就讥笑那几个地方的治安官员，惹得那几个捕头大怒，就把刘玄那个醉酒唱歌的朋友暴打了一顿，双方闹掰了，这样一来刘玄等于他就跟官府结上梁子了，不得已呢他就逃走了。后来刘玄逃到平陵军头领陈穆，在他手下担了一个官，什么官呢？叫安吉院。这个官实际上是义军起义军瞎编出来的一个官职，类似高级这个军事参谋。平陵军新世军他们头领们想了拥立刘玄，倒不是因为呢他的族属确实比刘演刘秀兄弟近，更是因为什么呢？更是因为刘玄和绿林军系统的他们那些的军事统帅关系更近，而且呢刘玄这个人的性格软弱，他又没有自己的直接下属，相比有一帮人马那个刘演刘秀兄弟实际上更容易控制，所以呢王旷王凤他拥立刘玄这个主意，他的出发点呢就是忌惮刘演他当时的威德。那么听王旷和王凤当时坚持要立刘玄为帝呢，刘演就表示出自己的担忧，他公开就对大伙说，大家呢现在拥立我们汉室刘姓子弟为皇帝呢，肯定对于我们汉家来讲厚德之事，但目前呢我们大事未成，如果我们这里拥立了皇帝，那么徐州那个青州一带的赤眉军他们数十万人或许马上就会拥立一位另外的刘氏皇帝，如此呢我们双方肯定会发生内讧，现在呢王莽还没被我们消灭我们如果宗室之间这两个皇帝之间互相攻杀，肯定两败俱伤，
使得天下人呢对我们恢复汉家天下这种目的呢会产生疑虑，而且呢守义之时就自称尊号，历史上很少人能够成功的。你看陈胜称王了，项羽称霸王了，那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匆匆忙忙拥立皇帝，或许呢就成为天下各路人等的靶子，说不定呢日后还会被别人捡了便宜。依我愚见，不如呢我们暂且称王。如果赤眉军他们拥立的人贤德，我们将来就听他们的号令；如果他们不立刘氏子弟为帝，日后我们破完王莽之后呢，再把赤眉军，也给降服了，那个时候再立皇帝不迟。刘演这一席话确实是有治功之心，无论是从权谋还是从现实考虑，缓称帝都是一件特别理智的事情。但是呢，绿林军系统的那些军官还是一直坚持就要拥立新帝，这样才能号召天下百姓，认为呢一事无功，咱们在这儿怀疑半天，自己商量半天，最后干不成大事，必须推举刘玄为皇帝，这样才能成事。无奈之余呢，刘演刘秀兄弟最终接受了现实，和绿林军一道呢就拥立刘玄为天子。那么在王莽新朝帝皇四年，就公元23年2月初1，众人就在这个御水岸边建立一高坛，然后呢大摆排场陈兵大会。刘玄呢这个时候就当上皇帝了，他带着冠冕，着着这个衮服，南面称尊。包括刘演刘秀兄弟在内，义军的那些将帅鱼贯登上高坛，对着刘玄呢跪倒拜贺。根据后汉书记载呢，当时这刘玄啊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因为从个性方面讲，这刘玄确实不是帝王的材料，估计他当时呢依旧呢还是刘氏宗室叔属的那样的那种状态，当这些小诸侯的这个分支当惯了，没见过大世面，一看到众将在他面前跪倒磕头，他自己哆哆嗦嗦，当时啊满脸都流的汗，没有一丁点帝王的派头还有那种心理素质。登基仪式结束之后呢，按照历史惯例，众人呢就颁布年号为更始元年，然后就广封群臣。由于后来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他们呢写的那些正统史书不承认刘玄，所以呢就以年号代称，称他为更始或者是更始帝。那么在陈穆和张昂的授意下呢，刘玄就开始大封诸将，封他叔父刘良为国三老，新士兵的统领王旷为定国上公，王凤呢为成国上公，朱伟呢为大司马，平陵兵的统领陈穆呢为大司空，冲陵兵的驻天大将军刘演呢就封为大司徒，封下江兵那头领王常就为廷尉，刘秀呢当时也得了一封号叫太常偏将军。绿林军系统的那些将帅都有封赠，大家特高兴。比较而言呢，冲陵军这个系统的刘演啊，他大司徒的官职呢还真不算小，但刘秀的官职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太常本来是朝廷当中掌管礼仪祭祀的那种官员，偏将军呢则只是一个中级军官的这样的一个职衔，而这时候刘秀呢连个作为调兵凭证的印信他都没有，平常他只好把一块在战场上缴获的一块印信配在身上，来装装样子充充数。那个印信上写的是什么呢？武定侯加成，就是没事一发兵派令，当他盖一戳。有了这个幌子皇帝，你别说义军联军一时间士气大振，我们有皇帝了。刘演呢这个时候完全是自己炖肉别人吃，心里呢肯定七上八下，但最后想一想，现在大伙拥立这个皇帝，他毕竟姓刘啊，因此呢他也就稍感释然。接着呢，刘演继续发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把渊城当作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听说绿林军拥立了刘玄做皇帝，四处到处宣传，光复大汉朝。王莽得知之后怒不可遏，这消息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成真。你想，本来是一伙草寇，忽然拥立一个真正的汉室后裔来，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这一下来等于自己就是汉朝的乱臣贼子啊！如此以往，那新朝的正统性呢就会逐渐丧失，
这时候的王莽呢，就决定孤注一掷，决定呢不惜本钱，马上要除掉这个更始帝，就马上除掉这个心腹大患。那么更始帝出炉前呢，河南一带的赤眉军啊人数众多，当时是最吸引王莽的注意力。赤眉军呢造反了这么多天，他没有抬出哪个汉室后裔来做幌子，所以这个时候王莽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以新朝皇帝的诏令呢命令军队去攻打这帮乱臣贼子。现在呢绿林军的系统弄出个姓刘的做皇帝，王莽就顾不上赤眉军了。加上严尤、陈茂那两位大将刚刚败回来，他就搜罗啊，几乎是新朝的全部的家底儿，拼凑成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就要把这个刘氏政权、这个更始政权，先歼灭掉。从王莽当时举动可以看出呢，当初刘演的担心啊，非常有道理的。先称帝，等于就把自己置于炉火之上，天下无论敌友。暂时呢都把先称帝的这位人首先当成要除掉而后快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如果不是日后昆阳大战绿林军有幸取得了胜利，推出更始帝的这个举措肯定就会成为中国改朝换代历史上最糟糕的案例之一。当时为了对付更始军队，王莽呢就组编了一支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部队，他任命大司空王毅和司徒王询为统帅，征调国内当时63家号称最通兵法的人当参谋，实际上那些人都是纸上谈兵之辈。还有呢，一个身材巨大的胖汉，当仪仗队长。这个胖汉叫什么呢？就叫巨无霸。然后呢，限期各州郡都自选精兵，然后由牧守亲自率领，限期抵达洛阳，附近的在那集中，最后一起攻打这个更始帝。这次战役他投入对于王莽来讲绝对是不惜血本。王莽新朝部队当时多达42万人，对外呢就号称百万。而书呆子王莽最可笑的这个举动呢，就是旌旗招展，气势汹汹，这个虎狼之师当中呢，还装了许多大铁笼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都是他皇家御苑、皇家动物园中的收出来的虎啊、豹啊、蜥啊、象这些猛兽，干嘛呢？慰劳军人吗？不是，用以在军中助威。当然了，这种阵势在当时确实是骇人心目，老百姓一围观当时他并不是说看这动物好玩不是这意思，当时窃窃私语，这一下绿林军马上就要灰飞烟灭。因为毕竟王莽的军队太多了，这个气势太大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巨无霸那个胖汉绝对不是今天你看我们吃快餐那汉堡包，而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真实个人。这人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新莽6年，就公元14年。王莽呢当时见天下大乱，内忧外患特别忧虑。他手下有一个官宿夜连帅，多奇怪的官，实际上就是太守。这个人叫韩伯，就向王莽推荐说，我这里有个奇人，身高3米多高，腰带10围。他来到臣下的这个家里，说愿意为陛下呢奋击匈奴。此人呢，自称他名叫巨无霸，是山东蓬莱人，一般的车子还坐不下，3匹马也拉不动他。臣下我马上用4匹马拉着特别制的大车啊，挂着虎旗，把这位巨无霸奇人带到京城来见陛下。这个巨无霸睡觉呢，要用这个大鼓来做枕头，他用一双呢大铁筷子平常来吃饭，希望陛下您呢能制作一辆大甲高车，然后呢。给他穿上这个虎豹的那些纹路的皮衣，然后呢还希望陛下您呢派遣一员大将以及那个虎贲卫士100人组成仪仗队在道上迎接他。如果京城有些地方门太小，希望陛下您能够下令把那个门改高加阔，把那个门框呢以使我这个进献的巨无霸呢能够进入京城。特别可笑的是，根据我们天津地方志叫天津卫记记载，这巨家庄啊，当时就是当时记载巨家庄在城南50里，世传巨无霸故居，也就是说我的家乡天津有个八里台镇，相传就是巨无霸的老家。由此呢，除了王母娘娘之外呢，我们天津人又多了这样一个神奇的乡亲。当然了，那史书上记载他是这个山东人，现在我们天津人呢把他也认为乡亲了。因此
这个就是另说一嘴，就是地方志什么这些东西，好多也是怪力乱神。言归正传，王莽时代这个巨无霸呢，他肯定不是汉堡包了，也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就是一位胖汉，得意洋洋的被京城的禁卫军队部队簇拥在高车骏马上的一个巨大的这个活人体。如此呢，这样一个人，实际上他肯定是患有那种叫什么垂体前叶机能亢进症的这样一个病人。福兮祸兮，你说他在今天他肯定天天特难受，为什么呢？他有肢端肥大症啊，天天肯定躺在这痛苦呻吟。哎，在当时他却被新朝军队还被这个王莽奉为神医之人，大胖汉子半躺半倚坐在这个特别舒服的大车当中，哎，听着军号，一堆人推着他拉着他奔向战场。那么在巨无霸身后呢，还有多辆载有珍稀动物的大车，以及看不见尽头的士兵部队，浩浩荡荡在惊天动地的鼓声当中进攻他们首要的目标，哪儿呢？就是昆阳。昆阳在哪儿？在今天河南的叶县那淮河北岸。昆阳呢，是我们国古代啊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北进到昆阳，就等于是打开了西北通向洛阳啊东西啊长驱黄淮平原的门户，如果南下得昆阳呢，就等于掌握了通向南阳盆地的这个钥匙。作为南阳东北出口的一个桥头堡，昆阳呢是新朝军队呢必拔之地。这个时候呢，更始军队的主力大概十多万人，都在刘演他率领下干嘛呢？围攻渊城。由于新朝城中守将是岑彭，还有那副将颜悦，这两个人拼死抵抗。再加上渊城这地方城墙特别坚厚，因此呢，这个刘演所指挥的更始军队一直是难以攻克。渊城当时作为南阳地区的大城，是更始军队最重要的进攻目标。而且呢，当时这个更始军队中的国老刘良，他又是这个刘演和刘秀的叔父嘛，因此呢，更始帝继位之初，他就进谏说，希望皇帝派大司徒刘演率领我们汉军主力攻下这重镇渊城，如此呢，渊城就可以作为日后我们的都城。所以呢，一旦攻下渊城，新出炉的更始皇帝呢也好有一个立足点。经过一番苦战，攻城太难了，刘演呢深知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把这个渊城攻下，他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围困的战略，命令手下义军呢将这个渊城团团围住，就等到日后城中啊粮草消耗殆尽之时，咱们再一鼓作气把这个渊城攻下。围攻渊城的同时呢，刘演还派出刘秀、王常、王凤等人率领兵士呢四处攻击，把这个渊城周围的地区一个一个拔钉。义军呢当时歼灭了这个甄辅还有这个梁秋赐的新朝军队之后呢，还打败了王莽手下的严尤和陈茂他们的军队。严尤和陈茂退往颍川，刘秀就和王凤等人呢趁机把这昆阳给攻克了。接着呢，刘秀还率领本部人马北上攻克了定陵还有偃县。定陵呢就是今天河南的叶县，偃县呢就是今天河南的偃城，缴获了数十万户粮食以及大量的战马，包括耕牛这些军需。结果呢，王常呢他就指挥他那部队在汝南等地打了不少胜仗。这之后呢，就更始帝他名下这个汉军啊分别在这几处新攻下的这个城池驻守，如此呢，这些军事据点就与围攻渊城的刘演主力呢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当时呢得胜一切，刘秀就撒子欢，率领属下数千人马继续四处追赶新莽的大将，就是那个严尤和陈茂的他打剩下那些部队那些残军。结果追到阳关附近，阳关在今天河南的禹州西北那地方，忽然听说前面有新朝大军正汹汹而来。再仔细打听，哎呦天，原来就是王毅、王寻率领的数十万大军。登高一看，新朝军队黑压压是一眼望不到尽头，如此庞大的阵容，刘秀这辈子绝对是破天荒第一次看见。他怕，当然怕，非常害怕。但刘秀心里知道，新朝这几十万大军肯定不是冲自己来的，他们的攻击目标肯定是渊城和昆阳。
凭着自己手下这几千人马和眼前这新朝大军开战，肯定是以卵击石，迫在眉睫。最最关键的就是要及时通知，哎，自己的友军，包括在昆阳的那些人，要马上想办法守住城池。那么在渊城正在围城围攻的那些友军呢，自己大哥刘演的这些人，让他们马上想办法呢，别被新朝军队弄反包围。不敢怠慢，刘秀赶忙率领手下部队飞速撤回到昆阳，马上通知王凤、王常这些人准备誓死守城。昆阳城主的哎，这个军队呢，当时有多少人呢？七八千人。大伙儿听说新朝大军数十万人前来进攻的消息，个个都惊不流汗，全都汗下来了。然后呢，相顾失色，个个小脸煞白，心中暗叹：这回死定了！因为敌我实力相比太悬殊了，根本没有一丁点的胜算。心里面哀叹归哀叹，当时还是要硬着头皮商量打仗的事儿。表面上大家商议军情，内心当时都各自暗怀鬼胎，想着如何让别人先顶缸，自己能够趁乱带着老婆孩子还有抢来的东西呢先逃跑。因此呢，真正商议如何对敌的时候呢，没有人献计献策，都乱哄哄地说应该马上放弃昆阳，赶紧跑，还都说呢如果我们跑了呢，各自为政各自跑呢，还可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其实说白了呢，就是要大伙儿呢看谁跑得快。听众将如此说，刘秀心内挺生气，但他当时还不能马上表现出来，只能苦口婆心劝那些人：我们现在兵力粮草本来就不多，王莽的军队呢势力强大，如果我们合力御敌，或许侥幸还能成功。如果现在我们把城一放弃，分散逃跑，结果只有一个字：死。更何况现在渊城还没有攻下，我军主力不可能回援我们，一旦我们昆阳城破了，我们自己跑了，敌人就会集中力量来进攻那些我们正在包围渊城的主力部队。因此我想一天之内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必定全军覆没。在如此的形势之下，我们大家现在不同心合力想办法抵抗这个敌军，反而打算呢私自去守护自己的妻子财物，然后带着妻子财物去跑，可能有好结果吗？刘秀这一席话说的绿林系那诸将面红耳赤，恼羞成怒啊，你看我们心里想都被你说出来了。这些人当时都气狠狠的扭脸看着刘秀，怒斥道：刘将军何敢如是？刘将军你怎么敢这样说我们？绿林诸将呢这个时候个个提剑，怒目相向，愤愤不平。见到如此情状呢，刘秀也不恼也不怒也不怕，就笑了笑，然后转身就离开了。刘秀呢刚刚转身离去，马上城外有探马来报，敌军马上就要抵达城北了，军阵有数百里，这个范围那么大，根本就看不到尽头。听说如此消息，绿林诸将更是说当时吓得就个个的面面相觑，汗流满面。王莽呢派出王毅、王寻统帅的大军呢，在和严尤、陈茂的败军在颍川合军之后呢，即刻向渊城方向挺进。新莽大军路过这昆阳城，忽然发现这里还有更始帝的那个汉军，于是呢王毅、王寻立刻下令先把昆阳围困起来，准备先拔了这颗大钉子再说。事已至此，昆阳守将那些人跑都没机会了。如今呢兵临城下，这么多几十万人包围了，绿林诸将呢唉声叹气的半天没用啊，只得派人又把刘秀再请回来，想再听听这位年轻人的主意。刘秀呢挺大度，一点也不记恨前嫌，先前那些诸将又拔剑就要杀他，没事，他呢稍作沉吟就说：我们昆阳城内呢如今只有八九千人，出城克敌肯定不行，你还跟人打没用。但是呢，我们昆阳城呢，城坚池阔，如果我们拼死守城呢，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士气仓促，城内呢，我军粮草又不足，肯定不能相持太久。当今之计，就是要派人前往兖城定陵那些地方，调集援兵呢前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友军到来，昆阳守军呢，或许有可能逃出升天。绿林众将呢，听刘秀如此说，也都不停点头。
但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为什么呢？大家点头是点头，为什么不接这话茬呢？谁接了这个话茬，就意味着谁要自告奋勇率领人马出城去搬救兵。现在城外有几十万敌兵，待在城里呢还能多活几天，多吃几天好饭，还多搂着美人呢待几天。如果这个时候亲冒矢石，现在就往外冲，估计跑不了几步就会被新朝军队剁成肉泥。绿林诸将当时这个心思，刘秀自然是心知肚明，于是呢自告奋勇，刘秀就率领他自己手下，你包括那武威将军这个李毅，就是那李通他弟弟，包括他自己的姐夫邓辰，反正几个人嘛，都是他的心腹，都是跟他关系不错的，一共12个人先行冒险出城搬取救兵。一看呢刘秀如此定计，绿林诸将呢都暗松一口气，大家这阵儿一看，哎呦，终于有他出头了，就开始仔细商议呢对敌计划了。那么既然刘秀率领12骑突围去定陵和郾城搬救兵，那么王凤王长呢就要率领留守的8000-9000人呢坚守昆阳，以此来消耗和牵制呢这新莽的40多万军队。刘秀的计策看似实际上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呢也有它的合理性。什么合理性呢？新朝大军在王勋王毅率领下呢逼近昆阳，如果守城的人当时弃城撤退，不但他们北部难以保全，溃败之余，围攻渊城的友军呢那些人肯定接下去也会被新莽的军队消灭。关键时刻呢能稳住阵脚，收缩兵力坚守昆阳，我们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昆阳城虽然小，但是城小而坚，10万-20万的敌军呢30万的敌军真要攻这个昆阳这个城池啊，在冷兵器时代那必须得肉搏攻城啊，而且你得搬着云梯挥着刀，因此呢对于守军来讲还是能守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只要坚守昆阳的这汉军能够掌握时机，伺机而战，扭转时局呢，扭转当时的这个大的态势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刘秀和他手下那个10几个人马能活着出得去吗？我们下一集再讲。